是我们的军府的人，。你说多少遍了，昨天晚上咱就不能玩那么邪乎，你不听，这钥匙丢了这怎么办？丢不丢人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二位见笑了。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下意识按的电梯。走。现在我一直在配合你，你要我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陪你演这种戏吗？我脸皮也没有那么厚啊。小嘴还挺能说，确实怪我，假的真不了，这假老婆肯定不能跟我一条心。要想解决问题，那就得来真的。你要干嘛？陪你玩点邪乎的，占我便宜，你想得美。不想死就乖乖待着。